大家好，社交媒体的朋友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们每天都会见面，希望大家不要烦我哟。今天我再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好的产品，这种产品我自己也正在服用，这是第四瓶了，就是它 Viva 肝细胞粉剂。Viva 肝细胞粉剂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从五种水果提取而来的肝细胞，是从瑞士进口来的呢。那它又有什么功效呢？它的功效呀，相当于大家从新闻里听到的，明星常常去国外，花很多钱去注射那种肝细胞针剂一样。相比之下，这种产品除了便宜之外，而且还安全很多。因为我听说有人去注射回来以后，没见得有什么明显的效果，有的是有些效果，而有的呢却一点效果也没有。而这个呢，不但是价格实惠不说，你自己能看到效果，而且和注射针剂的效果是一样的。这就是 Viva 肝细胞粉剂。那它都有哪些成分呢？有葡萄肝细胞、苹果肝细胞、玫瑰肝细胞、摩洛哥坚果肝细胞，最后就是藻类肝细胞。它的功类实在是太多了，除了能让我们漂漂亮亮的以外，还能让我们头脑好、身体健康，这个感觉实在是太正了。我已经服到第四瓶了，只剩下最后一袋了，马上就要服用第五瓶了。那服用的方法呢，也很简便，只要撕开这个小袋子，把精华粉放在舌根下边，之后就含着它，一直到它完全融化。那为什么要在舌根下服用呢？因为舌根下有一个大动脉，这些大动脉可以帮助我们将精华粉迅速地吸入身体之内。至于服用量也很简单，如果想快速的见效，就每天服用两袋，早晨起来一袋，晚上睡前一袋。如果一天只想服用一袋也是可以的，只不过呢效果会慢一些，但是同样也会见效的哟。但是如果谁想急速的见效，那么第一周呢，每天要服用两袋，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像这样倒在舌根底下。然后呢，就按正常的作息开始一天的生活了，不用喝水，只需要等精华粉自己融化掉就可以了。非常简单，也非常省时间，也不用去找水喝，也不用等等这儿等那儿，让人在吃饭什么的，可以直接吃，早起一袋，晚起一袋。如果谁只想吃一袋，就在晚睡前吃一袋也可以。这个味道是混合浆果味，非常容易服用，非常好吃，我很喜欢。这个精华粉到底有什么作用呢？它里面的藻类精华可以帮助我们容颜不憔悴，就是晚上喜欢夜生活的人也不必有后顾之忧。这个东西呢，可以帮助我们花容不正的效果不见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锁住美白的功效，这个要得益于葡萄精华。葡萄精华、苹果精华可以帮助激发胶原蛋白以及弹性蛋白的生成，也就是说帮助我们的肌肤常常能够保持美白。接下来的玫瑰精华，它能帮助肌肤柔嫩细滑，让我们上妆变得更加容易，这个让我非常的喜欢。还有最后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可以让我们重返青春美丽，因为它的组成成分
不管是葡萄、苹果、玫瑰还是浆果，都能够帮助我们锁住青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越早的使用，越能够使我们的青春能够保持得相当好。我非常喜欢这一点，还是因为它能够看起来让我们更年轻，就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，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轻松地入睡，而且有助我们更容易地进入深层的睡眠，使我们休息得好，让身体里的细胞得到足够的休息和修复，让我们处于一种精神抖擞的状态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出来就显得青春，而且呢显得非常活力。这个是我太喜欢了。除了上面说的呢，足够的睡眠还可以使我们拥有更加优秀的大脑，让我们记忆力超级好，有的时候呢还让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灵光的状态，想什么都会有答案，这是一种非常棒的感觉。除了这种上面的一大堆优点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帮助去除雀斑、黑斑，还有各种青春痘等等皮肤问题，因为它能激发胶原蛋白、弹性蛋白的产生，使我们的肌肤始终处于复苏和修复的阶段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皮肤问题会逐渐逐渐地消失。怎么样，非常好吧？我介绍这个产品很好是吧？我说的这个东西我自己已经服用了很久了，因为它服用起来非常方便，一瓶它有15袋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下面的渠道来订购，我们的屏幕上已经曲线了许多订购方式。好，许多还犹豫的朋友们，是买好还是不买好呢？因为我已经试了很久了，确实不错，所以我打算买3份作为礼品送给您。当然您得回答以下几个问题，是什么原因让你购买了这个产品，然后呢再留言瑞士进口 Viva 5种干细胞精华，以及您的姓名地址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希望今天给您带来或多或少的知识和资讯。再想说一点的就是，这个产品真的非常简单，我吃了很久了，这是第4瓶，马上开始第5瓶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吧，别忘了点赞、转载和回复，说说为什么想要这个产品，再留下您的姓名，如果您回复了，我就把这个东西会送给你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